这个泥是到这个，那个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这应该泥了。这是落，落着。啊，真落，真落就是买了以后，拉着往拉，拉扯，现在个体都是高了。生产去了。这好买不？这地里这么多少呀？ 还有腰子个东西，我这东西才瘦，瘦。今儿确实炒就是俩，啊，确实它就这两个。你是也是这个属于这个翻的，哎，常年翻。这翻了多少年了？三十来年了。哦，三十来年了。这个翻，反正肯定也是你的。 这是老三翻身，这是老三。这是看够了，这是看一下就能知道多大岁数了。俺老三岁，这多大岁数了？看了16岁，这看了骗我的呀！啊，看了骗我的呀！没去，小绿驴都，过来毛驴没去。多少钱？ 干啥去了？啊，说。兄弟们，收着。收着。能给多少钱？这么高吗？哎。这干瘪了，干瘦瘪了。我下地下了，不干给了，这些你给我都去了。行不？不行。不行，我还。这小驴好。 这好在哪了？对，生产的时候小鹿好，长得好，长得好，嗯，这鹿杀了可惜了啊！杀尽了，没有人吃的，没有人要在哪里？没人拉，没人吃。拉我老家都是机器了啊！哎，拉我老家套鱼去，套鱼好使。我们那就是机器化比你们这里严重，那是平原地带。就是您刚才看这个，它这个牙口，咱就能看出多大岁数了。哎。 他能去没有瞅这轮吧？这个轮愣了，在这儿啊，那就能看出多大岁数了。看出，啊，马桥没人跟我抬杠出去，行，没人跟我抬，没人跟你抬杠。像你这看出多大岁数吧？看不出来，啊，你看不出来，看咱就能看出来了。那你试试去抬，我找你，我找你给倒汤，就是这个。 咱们那看不出吧？那俺那他就老去了。那看里头都是你把带下去了。哦，还有。现在只有黑点点了。啊，有点黑点点就这个。眼里面。啊，眼里面。哦，就这个里头。哎，啊，这个里头。哎，就看这个。哦，那就能看出积水了。哎。嗯。哎，见面小妹。那咱们烧水煮了，这就眼睛不好了。